哎，朋友们，这些是我们今天下午刚刚到的货，咱家的新品魔法面条炒年糕，三种口味儿，好吃辣。把冰箱冻上了，明天给你们发走。这个也是我们年前的新品吧？最后一样新品吗？能是吗？应该是最后一样新品了吧？这是厂家也贼给力，最近一下子出这么多新品哈。那呗，这个一袋是双人份的，有炸酱的、芝士的，还有原味的。然后呢，这个芝士的就属于是微微辣的，原味的属于微辣，然后这个炸酱的就是稍微辣一点，正常辣了。对，反正每个我都觉得很好吃。有的朋友问我说，哪个是值得推荐的？我之前会告诉大家芝士，但是我昨天把原味的和炸酱的都尝过之后，我现在分不清了，反正觉得都好吃。你们就三袋买都尝尝吧。我可否申请一下，我一会儿吃一个芝士的？你随便。你啥时候走啊？我现在走。现在走啊？上哪儿啊你啊？吃饭，别在那儿电脑了。咋的？你要跟他去啊？让他走，咱们今晚吃大餐。我不能看。当，请你往这里看。你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，我上趟超市买了个碟鱼头。咱们炖个碟鱼头，然后那个锅里边还有咱们吃那个羊肚包。妥了。你啥时候去接孩子？然后我就开火，要不然出锅了，到时候凉了。等啥等着干去吧。啊，就是现在你能去接了呗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那行。把这个鱼头清理了，已经放好了，这里面老渣子了。咋的？真丑这个鱼头，干得好吃吗？年年吃这个，年年把手嘎坏的，就是它那里面那个腮太硬了。完了，一会儿炒点土豆丝儿，孩子们过来了，吃饼的话让他们卷点土豆丝儿。光炖鱼又那个羊肚包的，不一定他能愿意吃着，是吧？嗯。近距离看看这丑鱼头，你瞧不起他？鱼下锅，这个鱼咋炖都好吃，我就是瞎炖的出来也好吃。我不太会炖鱼啊，咱爸说的就咸点就行。临叫出锅的时候，两半儿。我寻思直接整个整个的出来，这可好。放碎了。没事儿的，谁还嫌弃你咋的？这不入味儿吗？影响颜值吗？不影响，不影响口味就行。自己家吃怕啥？咱又不是下饭馆子。把这个土包热的。饭菜一出锅，现在就等着他们来了，好像是回来了。哎呀妈呀，吓我一跳啊！洗手开饭了啊！没有饭，咱们吃饼。哎，有剩饭在那个台上面呢。我要饼，你别急着。这么精致干嘛整的？我说实话呗，家里打着打着冰箱要半年货。哎，这样就行呗。妈妈，咱们31号去呗。半年货啊？那一月31号啊？哎，那个牛酱给我吧。啊，牛酱。回头。可是我们都说好了。行，到时候再说。那行。谁你不占着牛酱？先办我的，再办你的。报天天。1月31号是报我的零食。啊，那我姑娘呢？我姑娘啥时候去办去？办年货去？不得办点你的零食吗？零食，给你买套衣服。哎。我哎呦哎呀妈呀，
这么高冷呢？不，姑娘，这个。我妈都带我说好了，去万达。啊，这个是你目的是吧？去万达是目的。三十来，妈，大姨，你等坐着来，大姨。老爸，我说我搬出来出去玩去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把放出来。哎，就那个肚包，你就直接大口大口吃。得解遮掉了。就在那嚼嚼这话。这花不咸就行，你知道不？就怕那咸的，你吃这花咱吃不了。好吃吗？说句心里话，我承受不了。但是我在敦化吃的那个羊汤，那个羊杂汤我觉得还好，啊，好好喝。但这个就味儿，我感觉我不爱吃，可能是我不爱吃啊，太香了。老爸也是没吃过些这个包，就吃那个羊肠的。韭菜花香，但这韭菜花有点咸。下面的好像是藕粉蜜，不是咱们自己做的那个。你蘸点牛肉酱吃。我不吃。我们今天蘸的是牛肉酱。哎，你这厨师好像有点少了。你妈妈呀？嗯。这边。面膜，这是糊吧？哎，好好吃吧。面膜，后面有羊糖啊。僵尸的面膜。你怎么结了？然后我想尝尝这个鱼。僵尸的面膜。你看这面真是鱼。为什么呀？好奇怪哦。我做的东西好奇怪。我吃了。什么？这怎么搁土豆上面，搁哪儿哪肉？那你先不把这个拿下去，你先把这整完了以后，这鱼去。鱼怎么样？嗯，你这拿着吃了还说啥呢？你给我，赶紧给我吧。不给。嗯，这是我的专属面膜。不吃你的面膜了。先给我自己敷点土豆。但是我想说，先敷点这个，喂给自己点土豆。短吗？短。嗯。再敷点这个。你就别叫了。不是，那是我说这句话，你就在说。我没说呀。是不是？他就这么说的。然后我把我的面膜包好。土豆丝没有了，卷牛肉酱吃。没办法，家里没有那条件。不是，我寻思我整俩菜，我失误了啊。本来寻思鱼头能下货，没想到那啥土豆丝成焦点了。不用着急，这一会儿我就吃了。你这不打算让我们吃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。你都没意思。没没饭就这意思。没。是不是姑娘？嗯。有饭啊。有饭。我姑娘愿意吃。什么都让我姑娘喜欢吃。